一共留在第三篇，总结技术家庭康复工作生产方式老流程。各位朋友大家好，每到本大家做的韩开家韩开的片给老子成义工专业生总结技术年龄，今天要老大家收集总结技术家庭康复工作的生产方式老流程。黑口小爱生产总结技术家庭康复工，雇主被康复人老爱国人必须要符合以下的资格条件。在雇主资格部分，雇主和被康复人之间应该具有以下的亲属关系，除了本符合亲等关系的亲属代表雇主以外，被康复人就得参加代表雇主。另外这个无亲属的话，也就得填写这个书本无亲属关系的人代表雇主。在被康复人的部分，必须要具有以下的资格之一。首先说明是要透过医疗机构专业评估的资格条件。三点说明，做的不是经过医疗机构专业评估的资格条件。此外，这个符合以下条件，也可以不是经过医疗专业机构的评估哦。被康复者，这个符合上述了，不是经过医疗专业机构评估情形，就做得出席向被康复者所采提的测核师，也可以验视政府的创造中心办理中介本关系照顾服务业。在生产场试的部分，这个是需要经过医疗团队专业评估的被康复者，需要经过雇主陪同前往卫生福利部公共指定的生产评估外事家庭康复工评估医院进行专业评估，由医院开立评审兼审能诊断证明书，再由医院填写生产外事康复工基本资料传递单，传送到创造中心推荐本关系的照顾服务员。黑工二楼现役的资深义工专业为总结技术家庭康复工，原雇主应该在评估许可以后期间届满前两周内提出申请，新雇主应该在评估许可以后期间满两周内到四周内来提出申请。提出申请前，我会再拜考验现役的资深义工是否已经符合总结技术年龄年资资格老技术条件。三点说明总结技术家庭康复工肩负技术条件的证明文件：一、补充训练课程；二、关于合理化语文能力资格；符合是校外生符合资格者也做得申请。那个提醒：提供当前年雇主给付的总薪资达到26000个元以上，也做得免除技术条件。雇主就得到外国人申请案件秒录线上审判内容，现在总结技术家庭康复工作评估许可提出申请。雇主在线上审判前，记得要先确认还没准备好以下的文件：一、申请书本；二、雇主国民身份证正反的影印本；三、外国人的护照影印本；四、外国人技术条件证明；五、申请评估许可前三周内的健康检查合格证明。那我提醒雇主，这个外国人的护照期限无到三周内的，应该要及时来办理，违反过后再来提出申请。那我向家庭康复局被康复者符合特定身心障碍项目者，应该在申请时提供被康复者的身心障碍证明样本。欢迎扫描手持义工留才教育服务中心，也可以扫描直接查阅本中心网址 lrsc.wda.gov.tw。拄做的当家的行动也得秒赞哦。
未来一个要申请中介技术工作外国人的各项问题，欢迎打免付费专线1955轻易这个轻视。也可以室内电话0365919996专线，0299996，服务专线分享本身边有需要的人，义工留在教育服务中心，政府服务最安心。